彩虹，可是不好看到。亚冷的歌都蛮好听的。这条的错呀！这是超凡赏的瓜吗？妈的！一个，主要是讲一般的石头。一般石头就是在那个哪里啊？那个、你选班长就会有了。他们跟上班族刚刚不是这条吗？是这条，一样，我们这条。它的旋律不一样，很耳熟。旋律，对。彩虹冰挂雪，它这个萤幕还可以按就对了。可以，我玩的那个好像不行。大都的可以，那个移动也可以啊。我在星际有玩这台啊，但是好像你要看它报的信号是什么的，还是是不一样的台。不用录影的话，等下录到他开牌也不知道怎么转。没关系啊，就慢慢录。看有没有刚才那个出来，熊猫跑出来。那个是在黑旗花里面，黑花节目是啊，你说那个熊猫黑啊？那是我专家，我专家的跑尾啊。那是有人跑尾，那么近，那么近。病有余贼啊，正常落水这个，哎呀，爱来吃杂货的瓜，哎呀，我瓜，哦。这台升贵几倍？我得要求，我得有两套的布啊。你去话就来五百，对啊，目前快5000株了，应该有10000株吧。要他一直有连中大珠的开，感觉这个信号应该是不错。他接的冲爱啊，他也会抱那个、啊，接的阿朵那个阿朵阿朵。阿果龙得打，对啦，一代考得。你惊挡凶啊？我挡凶就一啊，毕业。我小输1500，还不打架？哦。
个应该是越久越好嘛，可以算出去。没有，他这个是命珠只有补一分而已，他不是补三分五分的哦，所以越久还好，越久越不好。哦，这个出来了。对决没有，大只小只，哎，德叔，我出枪，大只的，哦，金色的，哇哟，哦，嘻嘻嘻嘻，校长跑出来，再来听歌，超哎，超翻掌。换一下好听的歌，没听过的，有没有超翻掌的歌啊？假多，搞笑的歌。大只也是2000颗嘛，哦，好的，我猜，不一定要看他那个，是什么八岁是啊，真是老了老了，大概1800。哦，又来一次爽，哇，又是电话取材哦，安心演出。太爽了！手跟另外一手比较好听，啊，怎么没有超欢赏那一首？
韩国看一下。